哎，小智、小冰，这周你们打算去哪玩呀？上周我爸带我去了趟城里，这周这么厉害，还去了趟城里？城里真有那么好吗？当然啦，城里的路这么宽，到处都是好吃的、好玩的。对了，小智，你爸妈不是在城里工作吗？他们没带你去吗？哎，小智爸妈都3年没回来了，我看是不要他了。谁说他们不要我了？哎，你这孩子别打了。对了，小智，你爷爷确实挺烦人的，不用你们管。爸妈3、5个月都没给我们寄生活费了，想饿死我们爷娘啊！钱呢？钱呢？明天带我去城里，这些钱都给你。你到城里去干嘛？你不是说城里有人欠你钱吗？是骗人的吧？谁说骗你啊？明天就带你去。这个当路费了。我给打牌。你也要骗钱啊？哎呀，我哪有骗钱？你看看我这个钱，你看看，没钱我会来啊。看到吗？啊，继续来，继续来啊！今天啊，叫你们血本无归。哎呀！喂，你还有心思单排吗？怎么不能打？你没钱了。哎呀，你看看，这是城市老张啊，欠我1万块钱的欠条。继续来，继续来，继续来。这个是假的啊。哎呀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。继续来啊，继续来。那你把钱要回来，你家里小子饿死了。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城市啊，离我们这里远，他会到我们这里来玩啊。他不能主动来玩的，现在正忙着呢，我会去拿的。继续来，继续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继续来。老李，说好了啊，200块钱送你上城里。嗯。小智，抓紧了啊！说好的200块，先给钱，我怕你赖账。哎呀，我就是到城里取钱去的，我为了赖你200，城里老张欠我10000呢。你不给钱，我就不开车，你赖账又不是1天2天的了。天天说别人欠你10000，先给钱再开车。爷爷，快把钱给叔叔，我昨天给你的钱呢？这烦死！昨天我手气不好，就这100了，到那再给你补上。开车吧。小志啊，
听小斌说每次考试你都排班级的前几名，平时是不是很用功啊？平时就看看书做做题。我们小斌天天跟我说什么想当画家，这哪是什么梦想啊，成绩都不行，都是空想。哎，小志，你有没有什么经验啊？多带带我家小斌啊。小斌画的画挺好，我上次他还画了我们全班呢，我们觉得都很厉害。那都是些上不了台面的小本事，考试考画画吗？光喜欢有什么用？别人根本不在意，没成绩怎么考出去啊？你小子啊，啥都不懂。我就觉得小斌画画挺好。我都不知道拿这小子怎么办。嘿，我们小子啊，每次成绩啊都考了优秀。以后啊，我就得靠小志了。所以啊，小志有空多教教小斌，把他的分数往上提一提，帮帮他啊。啊，带是可以带。我们小志啊，可是搞大事业的人，别让你啊，画家带误了我们小志。下去，到站了，赶紧下去。你这个人啊，这个地方叫我们什么地方缆车？那我就帮不了了，别让我耽误了你们，赶紧下去。真是。你把路上弄去了，跟小安住什么气啊？啊，你这个人格比那帮狗剩的，你这个人，打了个闭塞脸，真是。不是你不好，话多，现在走不了了吧？回去。你这个人真倔，回去。我走不动了，不跟你赔。真是，要去你自己去，要么来车。顺利坐了车，这个车拦不住了，你看一二三四五，不行的，走吧走吧，今天拦不到车了，走走走走，到前面去拦车。我想吃瓜。没钱。我就想吃瓜。哪来的钱？那钱呢？昨天打牌我输了，兜里的钱小明爸爸拿走了。叔叔能给我一块瓜吃吗？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，凭什么给你吃啊？那我帮你一起卖瓜，你就给我吃一块。嗯，那行吧，你帮我吆喝啊。
甜又香的西瓜。那西瓜喽。两块钱一片，包甜。包甜包甜，不甜不要钱。你要吗？要。帮我买给你。来，来一片吧。爸爸，吃吧。冤枉你！哎呀，你怎么打人啊？又找事了。你干嘛呀？管好你们的野孩子，不买了。啊，你正找事。你看，都怪你，害得我也生意都做不成。找我不带你出来了，真是的。你呀，真该为我事。走，不去了。我也想吃妈妈买的瓜，妈妈买的瓜比什么瓜都甜。我就要去城里找爸爸妈妈。哎。啊，我去来车。哎，真是。师傅，杭州往哪走？杭州，杭州朝着前面走。哦，好好好，好，好好等一下吧。哎，别呀、啊！哎，哎，师傅，你去杭州啊？对对对，带我们人好吧？可以可以，啊、来上车吧。谢谢你啊，没事，谢谢你师傅。是这儿啊！哎，别哎，挠要哎，402402，对，爸爸妈妈就在里面了。哎呦，爷爷快点儿！小子，你慢一点啊！小四的爸妈在吗？小四的爸妈在吗？耶，你们找谁啊？我找小四的爸妈。小四的爸妈？啊，是他的地址。哦，我看一下。他们已经离婚了。你们已经搬走了呀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我爸爸。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。